大家好，我们在买回来带花苞的茶花呀，一般都是像这种情况，它基本上的话都是用一些这个黑色的营养钵，然后把它包住的。然后的话呢，它用的土的话呢，一般相对的会比较板结一点。很多花友呢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就不敢给你的这个茶花换盆，因为换盆的话呢，担心会伤到它的根，然后导致这个花苞脱落。但是不换盆的话呢，这个的话，它盆土的透气性非常的不好，就很容易出现积水烂根的现象。那么像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？那么办法肯定是有的，我们可以在不伤根的一个情况下，然后给你的这个茶花来换盆。那么换盆的话，我们可以先在盆底给它垫上一点陶粒，就一个沥水层。垫上一层陶粒之后呢，我们再把你的这个茶花呀，它外面的这个黑色的这个塑料膜呢，把它剪掉。剪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到你的这个茶花的根系，然后把这个茶花呀从这个里面把它拖出来。然后拖出来之后，一定要注意不要动它的这个土球，千万不要动，动的话呢，很容易伤到它的根。那么我们然后呢，把这个茶花把它放进我们刚刚准备好的这个盆里面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非常关键，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盆土周围给它放上一点这个河沙，让河沙呢填满它的这些空隙。因为增加河沙的话，是可以增加盆土的一个透气利水性，然后呢，这样可以避免盆土容易烂根，然后呢，这个透气性不好。这样呢，这个河沙呢，我们就大概填的差不多了，和你的这个土球呢差不多高度就可以了。但是啊，因为这个土球的话，我们都知道它的透气利水性不太好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个小铲子把它盆土表面的一些土啊铲松一点，但是要注意不要铲得过深，以免伤到了你这个茶花的根系。然后给它轻轻的铲松一点，铲松一点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土里面呢给它加上一点蚯蚓粪。为什么加蚯蚓粪呢？蚯蚓粪我跟大家也说过啊，它是有非常好的增加土壤这个透气性，然后让土壤呢呈现一个团粒结构的效果，而且呢还有充足的养分。那么我们将这个蚯蚓粪它埋上一点到你的这个盆土里面去。加上蚯蚓粪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全部混合均匀，给它混一点在这个盆土里面。这样的话呢，土壤的透气利水性就非常的好，就盆土了不容易板结了。当然了，为了让盆土的透气性更好，大家后期呢也可以在浇水的时候啊，给这个水里面呢加上一点这个叶米菌原露。为什么加叶米菌原露呢？叶米菌原露其实它也是可以有效的分解里面的盆土的有机质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盆土里面的有机质分解之后呢，让盆土也是呈现一个团粒结构，可以有效的避免盆土板结。再加上呢，这个茶花是一个喜酸植物，而我们的叶米菌的话，它又是一个酸性的，那么这样子的话，既可以让盆土更加的疏松透气，又可以给它补酸，是有利于你的这个茶花盆栽的一个生长的。茶花如果买回来大家不敢换盆的话，就可以按照我这种方法来操作，这样对茶花后期的生长就更为有利，既不会伤到它的根，又可以让盆土的通透性透气性更好，茶花的花苞呢也能够顺利的开放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